嚟到 Exercise 3E 第十條，呢度有條 quadratic equation 啊，今次係，咁咧佢就話有 real world， 咁 real world 嘅話咧就 delta 大過等於零啦。咁然之後佢都有個 condition 就係 k 唔等於零嘅，咁我哋寫埋出嚟啦。咁我哋由 delta 大過等於零開始著手計啦，就係 b 二次減 4ac 大過等於零，跟住 expand 翻開去啦，36減 4k square 減32k 大過等於零，全式乘翻負就係 4k 二次加 32k 減36細過等於零，咁所以 formula 01就係4 32 -36，計到 k 計到有兩個intercept 嘅一同埋負九。好，咁所以咧，我哋畫條 curve 出嚟咧，就係一同埋負九，即係咁樣啦，負九同埋一。好，呢個就係 y 等於4k 二次加32k 減36。咁而家我哋就係想細過等於零嘅，細過等於零即係話係 under 呢條橙線，因為細過等於就係 below 嘛。咁所以個答案就係負九細過等於 k 細過等於一啦。好，但係留意翻佢因為要 k 唔等於零嘅關係咧，而呢個 range 咧係包含咗零嘅，咁所以咧你係要寫多一步嘅。就是負九細過等於 k 細過零 or 零細過 k 細過等於一，咁樣再分開佢嘅，用個零去分佢，咁呢度要留意翻。